这两个真的跟假的，大家一定分不出来。一条根红色包装，上面印有金门著名的风师爷，这是许多人这里酸那里酸都会使用的酸痛贴布。不过拿出两个版本的一条根，光是用外观看，确定是台湾原厂制造的吗？这个真的，还有通过 SGS 的认证跟 ISO 好的认证。再来假的，它直接在大陆生产制造包装，连这个包装袋都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大家仿的一模一样。然后教大家看哦，它只要打酸痛，酸痛，这个绝对假的，好，绝对假的，因为台湾没有这个东西。业者实际教你怎么分辨，原来这几年山寨的一条根购物的网站上都有标注是正品，让消费者真的搞不清楚。业者表示，有一些不孝商人直接买进来，然后在各大夜市贩售，这就是伪药。假的呢，在大陆生产制造，他们用的是纯化工化学合成的热熔胶体来产生这个粘度，来服贴在我们皮肤上。你觉得这个不会过敏吗？这个绝对会过敏。然后我们台湾生产的胶体，你注意看它的柔软性，我们是用天然树脂下去做的，它的亲肤性非常的好。一条根在金门知名度相当高，中国市场也非常喜爱，来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几乎是必买商品。不过一条根在台湾制造，尤其金门产量非常稀少，因此要拥有合格证书才是正品。成分有写一条根，在外包装上有标示一条根，这个就真的，这个就真的。那你看密密麻麻他写那么多的成分，因为他要仿冒我们的药品，他也甚至于说把成药都打上去了。但是你看那么多的成分，大家注意看有没有一条根，绝对没有一条根，那这个一定是假的。业者说，中国山寨的仿冒越来越严重，民众花钱买到假货，贴到皮肤上出现红肿，才发现是假的，钱财损失是小，但伤害身体可就得不偿失。记者黄少明，金融报道。